说红豆。今天要干嘛呢？就是我的一年一度，也没到一年一度，一个季度一度吧，拆快递的时间。怎么这么多啊？这是我在网上刷到的奶糖，据说很好吃，而且我这个还怕重复了。看，这是一样。糖既然买多了，咱们就来品尝一下吧。这些都是我拆的一些衣服。然后这件衣服我很喜欢，虽然还没有穿过。秋天不是到了吗？我就很喜欢穿这种厚厚的，然后带一点皮的这种，穿个短裤、穿长裤啊、阔腿裤都能搭。这一套套装嘛，然后可以一套穿，可以单穿。还有这一套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穿，就可能拍视频的时候给大家穿穿。这好像是。隔离，我在网上刷到说很好用的隔离。我今天在网上刷到化妆品，然后什么护肤品什么的，我就会买。我买回来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拆，就还是用自己老用的那些，看别人用怎么都觉得好用。然后这个粉饼也是，我看网上推荐说巨好用，这种就是方便，据说粉质特别细，不会卡粉。因为我头发不是老染嘛，老漂嘛，就喜欢蓬松一点的感觉。在网上听说这种。就是这种梳子就会把头发梳蓬松，它不会梳塌，而且这种小的可以随身带。哦，就是我买的软糖，对，这个也是我在网上看见，我自己买的，叫什么反恐精英。我不太做皮肤护理，就有时候可能不化妆不护理那段时间，皮肤就毛孔就会比较明显。然后据说这个是涂在那个你毛孔大的地方，然后上底妆就看不见毛孔。这个是我买的糖，怎么都是这么多的？就这个糖也是我之前在我们公司的姐姐那吃过，糖不能多吃，也是那个面膜自家的，因为有时候我容易长痘痘，这个就是据说可以清痘痘。这也是我刷视频刷到的辣条，据说很好吃。就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我晚上睡不着觉饿了的时候买的。我买的一些保养品吧，应该叫，我叫你蛋白的还是什么，反正据说上了25岁就要开始吃，要不马上快25了，那赶紧吃。哦，这是我买的一个衬衫，这衬衫非常的适用，也没有很贵。对，这好像是送我的衣服吧。哦，这个衣服好看。然后这是裤子，这两套衣服非常喜欢，而且刚入秋，我觉得非常实用。这是青青的猫砂盆，当时说有点大，也买个小的，结果现在人已经长大了，我这猫砂盆都还没拆。这衣服，这是一件毛衣，这应该也是送我去购买。对，冲牙器，刷完牙之后就冲一冲。买了个蓝色，这是我买的卸妆膏，这是阿达娃亲情推荐，跟我说这是他用过最好用的卸妆膏，然后说我长闭口啥的是因为平时卸妆没卸干净，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款很温和，说怎么怎么样，想说试一试。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我妈买的，买的收纳盒，这是我妈买的，我妈买的。哦，这个是吃的，这个也是晚上饿了的时候刷视频刷到的，像这样还小一点。我就特别喜欢买隐形眼镜，因为不同的时候想会戴不一样的形式嘛，我就特别爱买。这是一个大的，这些衣服都是冬天刚好可以穿的。这是一件卫衣，这是一个饰品，非常的精致。这件稍微有点大，对。哦，这个好看，这是我选的。然后这还有送我的花西子面膜吗？这是哦，眼影，好可爱。哦，这项链，这是个口红，你敢信？豆沙色的，这是这个好看，有雕刻的纹路，太阳照的我好好看。这个色号叫 M521，我愿意。这也太精致了吧！然后这还有个锁，你就这么一按，你就弹出来就可以涂。这个应该是益生菌，这个益生菌是我吃了好久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我也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我自己身体最近肠胃比较好，反正就我觉得还挺好用的，而且它不难吃，关键是它没有特别甜。这个，因为维生素啥的就各种样太多了，然后这种的话它就是根据男性女性，然后几十袋几十袋，比如说我现在20几岁就吃20袋，我跟我妈妈就买了50袋，然后这两个就是我属于一整个大冤种。有时候刷视频就会刷那种沉浸式的吃播，然后就会有人吃这个叫辣瓶糖，这两袋我忘了多少钱，100多200块钱吧接近。
加上运费啥的，然后一直等，等了好久。它外面是那种像蜡一样，真的就是蜡，摸着闻着都是蜡味儿，里边就是小时候喝那种几毛钱那种汽水，就棒棒的一下。据说红色的很难吃，我尝一下啊。红色的就像那个糖浆，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，就是送我的一双鞋，这种大的运动鞋，你穿个短裤就会显得腿特别细。这个好像也是阿达娃亲情推荐给我的，说这个鞋也特别好用，这也是美国，这里边颜色都是一些比较自然的颜色。这里有个包也是送给我的，不是那种特别贵的，挺适合夏天，当时选的。这里有一条，我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要选的衣服，很好看，但是只是用于拍视频。这个背带是我今天拆了，我想放我大门口，但是我怕放这个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孩的家，我就觉得安全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礼盒，我还没看。这种我喜欢，就是它是那种有那种洞洞可以戳开看里边有什么，这是个腮红 A3E，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。这是899，这种感觉会滋润一点，这个感觉偏橘，看这么大，特别方便出差的时候。我累了，还有什么？好了，我今天的拆箱就到这里了，然后我现在要把我的后面一整个大整理一下，好吧？那今天就这样吧，我有什么今天拆出来用了好看的，穿着好看的，我就给大家拍一下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拜拜。